穿越来了，铁锅炖，我用法术来的。我好想吃啊！一听我吃一边跟大家聊嘛。挺心酸的啊。那我就刷出来，现在我们7.1万人了。头发都白了。来，头对头发都熬了。这家伙给他熬的，给他头发都熬白了，真的。来个那个。矮一点，看你的不怕，你矮一点。我们第三轮，上一边还有2万票啊，大家就有这个免费的人机票可以送一下，好吧？来回来，来给大家闪，来有请，让我们掌声鼓励，欢迎闪亮哥。干嘛？你们这手的，就是都捧着手机了都。来，主要看他们，你们往前怼一怼，给我换张脸就可以了，要不然他们脸上没有光会显得有点暗。嗯。哦。对，你像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真的有可能会破1亿的点赞，1亿的点赞在整个平台都非常少。他们说现在已经3000万了啊！感谢紫竹心语，你的粉丝给你送上了嘉年华，谢谢。来，可以往前怼一怼，对，离他们近一点就好了。因为今天是我之前就答应了大家，就是说要带他们来看你们两个。好，终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姐。Hello， 大家好，晚上好。吃饭了？吃饭了没有？今天小易请大家吃的那个铁锅炖大鹅是吧？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吃啊。吃了吗？最主要你们吃。嗯。你们喝水吗？人都流汗了，擦擦。我好热啊！你这也不凉快，他是最凉快的。凉快点。那我们两个现代装，然后一个，哇，小易今天这个造型真的好看，妈呀，太帅了这个人。你怎么看？自己看一下，你可以自己看到，是真的好看啊。嗯。是吧？是。我觉得这个造型是真的好看。老师，造型老师画的好。还是长得好，就是这个主要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本身条件还不错。这瓶冰的你不喝吧？我不喝，你喝。别喝冰的了，给你的，尝尝的。那这个你来。我啊，他不喝，没事。我没事，我不喝，我没关系的。让他一会儿给小吃拿一个。就你们一会儿要吃一点吗？你晚上吃吗？不吃啊？我晚上饭就不吃了，因为明天早上还有那个重转戏，有那个戏呢。真的。吃点水果吧。我跟你说，我才不跟你们客气呢，我真的要吃的。你饿了？我饿了，我饿了。你不是你先跟我说一下，今天就是你要给自己来一点这个小感觉，带点小人设呢，还是就是说想放开一点，跟我就是一起？反正今天我主要是没有多饿啊。啊，没有多饿是吗？嗯呐。好吧，谢谢诚毅老师的铁锅炖。这不是你们的最爱吗？我反正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可以给我个小。你好，谢谢。你直接抱着这个吃更多。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你帮我盛出来一点，要不然就浪费了。咱们一份就够了，一份就够了，对吧？哦，可以。哦，哎，这歌谁在放？这是你的应援歌是吧？对，是你的粉丝从第一天我开始做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说了，就说一定要让我在现场放给你听。嗯，我是专门回去搜了一下，叫做什么？苏梦独白。啊，对，苏梦独白，对吧？你自己都知道。这是他们自己写的吗？对对对，他们自己写的，自己找人编曲，好吧，严严子真的是绝绝子，来若愚，是吧？因为声音有点小，但我一听，对，你可以看看这个采访稿，真的，这你们自己都可以看看，就很简单的一些小游戏嘛，很好玩的，我觉得大家就是特别放松，抖音这个平台就是大家就是，哦，今天是来玩游戏的，就是来玩游戏的，昨天刚玩了一次，刚玩，你们昨天玩的什么？唱歌吧。唱歌啊，我跟你说那个都不好玩，真的。昨天我跟那个李俊逸啊，跟严修啊玩的一个游戏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一上来就直接就来一个那个吧，就是在脸上，你们两个人脸上每个人脸上贴一个纸条，他脸上的字他自己看不到，你脸上的字你自己看不到，但是你要让他说出他脸上的那个字，他也要让你说出你脸上那个字，你们肯定都玩过这个吗？啊，等会儿进游戏啊，那这个很好实现的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就大家一会儿可以玩个这个。就咱们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头上贴这个纸条，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你要引导他说出来。比如说，在他昨天玩成功了吗？我输了他2把，我让李俊逸直接给我，李俊逸好有成就感，就是说啊，是不是我是第一个把你干掉的人？我说是的，连输2把。他脑上贴了一个包子，我脸上贴了一个烤肉。哦，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而且是他自己跟我说的，他说那一会儿那个结束了以后，我去吃烤肉吧。我说好啊，我说我还挺喜欢吃烤肉的。那你们去吃了没有？没有。结果一结束了以后，他蹭一下就窜了，我连毛都没薅着。严兄，你要记住啊，欠一顿烤肉。
哎，吃吧，你们要吃点吗？没吃晚饭吗？我、哦、没吃晚饭，啊、嗯，都没吃完。我那个啥，我下午吃了。嗯、他不会的。还、嗯、有我那边。得给我个小碗，帮我盛一点出来吧，要不然我这一碗全霍霍了。成毅白发造型实在是太帅了，那真的，那确实是好。帅呆了。其实去年，现在从去年到今年多长时间？我们去年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杀青的嘛，对吧？去年你说，就是宇军哥。宇军哥是七月开的机吧？啊，八九十十一十一月份，十一月份杀的青。我都忘了。十一月杀的青。对，十一月杀的青。十一月现在是八月。现在是八月。对吧？马上九月了。七月开的，七月一号吧？七月一号开的机，对吧？刚刚六十天左右啊，昨天、嗯、就是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了，我们拍戏拍到了一半了。昨天晚上那两集，我真的，昨天晚上一集嘛，二十三集。嗯，一集。我最近这两天，我是一边在补前面的，一边在追后面的。嗯，真的好看。我看完了昨天、前天晚上那个 ending，、嗯、但前天晚上那个 ending 和昨天那个有点没接上哎，你会不会有点觉得？因为二十二集那个 ending， 你说你的那个原话说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说什么是律法？朕就是律法。嗯，对吧？好的。这几天我倒真没看，这两天没看啊、嗯。对，因为这几天也在看啊、嗯。我就是跟你讲一讲，你记得那场戏吗？就是说、嗯、那个裘世良逼宫你嘛，嗯、就是让你要撤那个李泽宁、嗯、啊，就是一定要撤他的官、嗯。然后你恩定的时候说什么是律法，这就是律法。哦，当时我一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说 OK 好了，我们的这个剧要开始进入高潮了。嗯，啊、然后二十三集就是我就回来了，你就回来了。嗯，一开头就是你回来了嘛、嗯，然后你就还紫衣局护驾，完了就哗哗出来一帮人，包括那个玉娘啊，对对对，玉娘为首，啊，就玉娘为首，哗就外面站了一帮女的，你就被 一群女孩子保护起来了。对，好看的，在这里啊，我真的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嗯，一定大家要去看我们的这个《宇军哥》电视剧，真的好看。这就不光是小艺说的那个入骨不归，我承认啊，这个地方我是承认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前四集的剧情，就我个人来看，因为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说我自己看，我也会觉得前四集的那个剧情会有一点慢。但是我们前四集剧情慢的原因，是为了我们要给大家梳理人物关系和剧情线。嗯，因为你如果不花，没有耐心花时间去把前四集看清楚的话，后面很多埋的坑啊，还有反转，大家是看不懂的。嗯，啊，是真的看不懂的。所以说你们熬过前四集，后面从昨天二十二集开始，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集，我跟你说，嗯，场场都是高燃、高虐、高甜、高爆，真的好看，高高高，真的好看，真的。因为我昨天在家里看了以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开始追了，我就哪怕我说二十二集开始，我就从这儿开始追，我都要开始追，真的好看，真的好看，真的真的好看。啊，这个就我在这里，我就在直播间里，我就给大家立榜了啊！如果说你们回去看了以后，你们觉得不好看，来回来锤我，好吧？我在直播间等你们。你这也有点过分了啊！没有，这有这个自信啊！那叫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嗯，打铁还需自身硬。嗯，那我们本身这个，我们就是一块好钢，因为我们又不怕锈，对不对？嗯。360度，要不然喝口茶吧。啊，我这是你自己的杯子吧？对、啊，我的杯子呢？你来个大杯吧，我给你，你说，我这最能喝的。对，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平时你来一个小吧，我来小吧，谢谢。这个杯子盛米饭都可以了。对，我可以用它来吃铁锅炖吗？有点烫啊，有点烫。喝了，拿来舀一舀铁锅炖。还行。嗯。烫。嗯，烫吗？嗯，烫。我真的不跟大家客气啊！啊，我反正我就一边来了，这是排骨的，对吧？这两天哪天带你去吃牛尾汤吧？牛尾那个的话，对，我给你送到现场来也可以，好吃，真的好吃。你们家自己做的？没有，我在那个一个餐厅订的，它是提前一天预订，可以订那个牛尾。哇，好啊好。你今天请全组吃铁锅炖啊？那也没有，还配合。嗯，还行吧。以后我就经常，我会经常来蹭饭吃的。你在干什么？夏天吃点肉。吃点行。那不是，那都已经上来了，对吧？哥，你吃一口不吃？你吃吧，我。你什么让我能够？诚意美啊 ！OK。边吃边聊啊！边吃边聊，我们大家就放松一点，嗯、对不对？因为做这种直播形式就不像往常那种啊，像座谈会一样，我觉得没必要。嗯。因为咱平时都这么熟嘛。嗯。那下面就一边吃，你们俩一边吃，一边给你们提个小问题，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小游戏吧。嗯，好。很简单啊，就是
我会说几个名字，你们根据你自己的第一反应选择就好了，就是二选一，两个人，比如说，我同时说，这个程若愚和仇烟之，你就要第一反应，根据你第一反应说出你选择的那个人，就二选一啊，二选一，你也是一样啊，一人一起说是吧？好，对，一起说，我准备好了啊，好，这个无所谓，就随便说就好了。那错了，这没有什么对错之分的啊，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好，来，快速回答啊，不许有这个疑似啊，来，第一个啊。文宗和郭老，文宗，啊，文宗，文宗是吧？你得快点啊，不许有那个思考。那如果说的快，那吃饭有点耽误了哈。可以吧？就第一时间，三二一，说完了以后立马就要选一个，好吧？两个人都选文宗是吧？好，都选文宗啊！再来一遍啊！来，文宗和郭老，郭老，怎么？你怎么又变？你不选文宗吗？上一次啊？那你不是说可以随机应变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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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最后一次啊！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正式开始，正式干。那不行，那我心里有点难过。第一次选了我，第二次凭什么选我啊？来，三二一啊！来，三二一，文宗郭老，文宗。好 ，OK 啊！大家记住啊，文宗郭老，好，来。刘明沙，李泽宁。刘明沙。好，都选刘明沙啊！好，来，程曦，程怀志。程怀志。俩人挺同步啊，来，韩定，韩月，韩定，不能这么慢啊，韩定啊，韩定啊，你说韩定是谁？韩月，哦，就是那个姚奕晨和那个付鹏俊，对，好，齐燕，程若愚，程若愚，齐燕，再慢点，再慢半拍，能不能快点噻？我给你把这个弦给我顺一下，好嘞。好啊，来啊，听好了啊，紫衣菊降七营，紫衣菊，好的，亮亮，来，逍遥万物丹和佛剑笑，佛剑笑，万物丹，好，骑马和射箭，骑马，射箭，好的，没问题，日出和日落，日出，日落，我能让他急死。来来，最后一个了啊，这是一个季节啊，两个季节啊，来，第一版呀，这个一定要换啊，来，夏天还是冬天？夏天，冬天。OK， 好的。对。这一次呢，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小惩罚环节的啊。那我俩谁惩罚？为啥惩罚了？是啊，我就觉得我有点看不懂了。我俩不打的都挺好的吗？我有点看不懂了，就是说两个人两个答案题目一致在五道以上的，免受惩罚啊！其实你们俩刚好是五道啊，是吗？对，刚好是五道惩罚。完了以后就给我一个奖励，说韩成宇啊代班执行惩罚一次，就你们俩同时，因为你们俩是选了李泽宁，对吧？然后程怀志，选的不是刘明山，反正我记得是五，是五个吧？是。那无所谓了，你们想给谁？哎，我们有那个惩罚那个小那个吗？小帽子那个有吗？就很简单那个惩罚，我觉得真的是，哎，有没有人理我一下？有没有那个小绑带啊？那个没有是吧？今天没有是吧？好，他本来是让大家带一个那种就是小可爱的那种早上起来化妆就是在头上那种发箍，哦，那个，然后就继续下面的游戏。那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了，对吧？那这样吧，那就念一个绕口令吧，好不好？好。谁念好？那好了，那就你念吧。啊，那你来。本来以为是让他或者我念，那你来吧。昨天我还说了，因为咱俩都是烟台嘛。完了，对吧？我说烟台已经太长了，我这样，我第一段，完你第二段，一个第三段。让他来吧。十是诗是诗是。哇，这个好难啊。是诗是十十诗，诗是十十是诗是十诗。十十十十，是十十是是是是是是。这是一个什么绕口令啊？十十十十，反正我感觉全是翘舌吧，我怎么能找到平舌呢？你这个也太难了。好。你是第二个。来吧。数九寒天冷风嗖啊，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里来正月真，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为证。好，我读了一个。他自己编了一个。好，台本根本自己编了一个。你这个太难了，这个。挺好啊，我读了一个读书时候的。他这个是什么绕口令啊？你来吧。我没听懂啊。我也没见过这个绕口令。
是实实实是实是实实是实是实是实实是实实实是实，那不就是那来回就是啊？差评差评，没有评差评啊！对，轩然小姐姐，让我给你差评，都你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刚才这俩绕这就可以了，行，绕这可以，嗯。再拔一个好不好？好，我一会儿一定要拔。我跟你说，一定要拔这个贴纸条，这个特别好玩。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这个贴纸条了，好不好？两张白纸。再准备了，对啊，你就跟那个草木老师借一个大力胶，完了两张白纸一撕，然后一个写一个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好吧？谢谢。啊，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不滑坡。我有，刚才这俩还没用上。对，大家可以点点赞，好吧？大家可以点点赞，马上5000万的赞了。你们不是说小易来了以后你们就要疯狂点赞吗？对不对？你们不是说小易来了你们就要疯狂点赞吗？来，跟我一起戳一戳这个屏幕上的赞啊！我们先戳到4000万啊，还差500万，还差500万，我们先戳到4000万。你再玩，你看一个人手在点，对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点，你可以跟大家一起点，你点吧，你就点就好了，就点点这个，啊，这点正啊，四个字的那个是吗？啊，点加词，嗯，什么什么我听不清，不是你们可以过来跟我说，就四字那个游戏吗？这点了能咋样呀？这锻炼手指吗？啊，嗯，这个我知道，我本来也是设计的这个。你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你说你拿在脸边上，你说你看，大家就可以戳戳我的小脸，戳戳我的白头发，啊，就叭叭叭叭叭，你看我跟大家一起点，点这个有什么用？啊？点这个有啥用？哎，放在这，就冲一个热度嘛，哦，也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哦。OK。那我们再玩一个就是加字的游戏，就很简单，就比如说，每个人说一个啊，宇军歌中的物品，嗯，比如说你说青光剑，嗯，然后小易你要说青光剑，簪子，然后你这样回过来十万人在线了是吧？现在有10万人，嗯，然后你就要说青光剑、簪子、小铃铛，就是每个人在前面再加一个，谁先记不住之前的，谁就算输。嗯，好。谁先来？我先来了，是优先。OK， 青光剑，火箭枪。你要青光剑、火箭枪，然后他叫青光剑、火箭枪。火箭枪，火箭枪啊！我听你说火箭枪，我说火箭枪是个什么？你这个有点难度啊，韩兄。你这个记不住我呀？行，来试试。估计你们4到5个之间应该就断掉了。一二三，青光剑。啊，然后你啊，我来是吧？对对，你就青光剑、佛剑笑。佛剑笑，你要青光剑、佛剑笑。青光剑、佛剑笑。啊，然后你到你了。没有你。那你就说佛剑笑、青光剑。没，我是给你们俩抽的。青光剑、佛剑笑、小铃铛。小铃铛、佛剑笑、青光剑。再加一个。哈，好吧。加不出来了，喝口茶。加不出来了，就是每个在前面一个加一个啊，就是加一个，很简单啊。那我们换一个啊，那我们就说人物吧，人物这个就简单了吧，行，对吧？人物这个就简单了啊。好，那还是你先开始吧。还是我先开始。光芒。齐燕。你要说光芒齐燕，就是每个在前面的啊，对。啊。好，开始了，嗯，3、2、1，光王齐燕，光王齐燕陈若愚，光王齐燕陈若愚韩定，光王陈若愚齐燕韩定陈怀志，光王齐燕，喝吧，我说你们真的是撑不过5个啊，真的，你为什么不参与在我们的游戏里？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那这样我也加入好吧？我们3个人一起好吧？那就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说演员的名字，好吧？这样就简单了。演员的名字我改了。名字里面演员的名字就简单了吧？来，那我先起头了啊！来，3、2、1，哎，谢宁，谢宁，韩成宇，谢宁，韩成宇。程毅，谢宁，韩成宇，程毅，张雨曦，谢宁，韩成宇，程毅，张雨曦，谢宁，徐雪，谢宁，韩成宇，陈怀志，
什么纯玩的演员啊，杨哥，你真的是一个，我跟你说，我没玩过这个，真的游戏黑洞着呢，没关系，你会这样，我不会玩啊。啊啊，吃不下去那么多了，吃一会儿吧，饿了吧，饿了，我真的饿啊，但是我一个人吃，哎呀妈呀，你们都在吃那个什么，你们都在吃水果，完了以后，就我一个人在框框铁锅炖，不太好吧？就网友们肯定要说了，就你数你能吃，能吃能说，能吃能说，能喝能。没事，你吃了也不胖，漂亮，美丽，吃吧。他们说让你多吃点，你现在多少斤？咱俩差不多吧。体重就别说了啊，咱差不多了。差不多，差不多。嗯。我现在多重啊？啊？那个，我记得，我记得你拍那个哪部戏的时候是最瘦的。我拍深浅的时候应该是最瘦。啊，对。那两个应该是最瘦。不对。反正我现在就很那个，就是一直就是126到128。因为你天天打篮球嘛，消耗也大。嗯。就很少能到125，就是62点几，就很少。咱俩差不多。谢谢，我们直播间是2万人啊。然后有什么想对小易还有那个雨熙说的话，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我都不敢说诚意，你知道吗？因为我有的时候老说那个诚意，就是在屏幕上听着就特别像成语。啊、哦，有点分不清啊，诚意。谢谢。嗯。好，我们11万人喽。11万人啊，上这么快。嗯。大家有什么想对小易啊和雨熙说的话，都可以扣在公屏上，好吧？大家都在说雨熙多吃点。嗯，他是要真的多吃。嗯。你多少斤？88。79。哇！什么？我的天哪！但是我现在正在增肥了，我这两天很好点。79，好的，好样的。但还好了，其实就是演员其实会比其他人辛苦一点，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为了不顾自己的健康去减肥，这个大家都放心，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最知道，对吧？那雨熙一直反正这么多年我是知道的，我估计帮他来帮你多说一点，一直他是80斤左右。女孩子其实真的是这样。嗯，不过我那个什么，吃不胖，是最近要胖一点了。嗯，但你是属于不过他也是吃不胖，好像不长还是怎么样？就不太容易长。不太容易长。嗯。不吸收。可能是吸收不好，脾胃不好吧。嗯。雨熙歌里有一首对唱，哪一首啊？不是真的，就是哪一首，可以唱的那个。啊，必须啊！那我们就，你们有听那个片头或者片尾吗？放一个那个片头或者片尾的歌吧。嗯。我会那个当空。当空。片中间。插曲啊！插曲那个不是叫什么小陈吗？他有个叫当空。当空，你要来两句吗？你来两句，我也给你来两句。我昨天在直播间唱了《青藏高原》。你昨天唱了《青藏高原》啊？那你先给我们打个样呗。不是，今天直播间人太多了。撒得太开容易扯着话，你唱歌一直就很好听。嗯，我唱不上去就破了。那你就到破那个时候你就别唱了。就到那个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好到那儿就上不去了。但是后面滑下来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的。高原行，那你来吧，当空是吧？唱什么？随便你们唱你们熟悉的。这唱什么都可以，妈就是很那个，很开心的那个。随便唱啥？很随意的，是啊。会唱啥呢？你不是要唱当空吗？不是又变成随便啥都行了？那无所谓的，对。我跟你说，越是随便，你越是不知道唱什么，你就唱当空吧，我帮你做选择了。哥，你会唱当空吗？他够点呛，我。不会，要不我也当过。他犯点难，他有点。你跟你就这么说。你唱你拿手的，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干嘛？你们是因为在公屏上在打，都想听他们唱歌吗？
他们说诚意请你把自己放出来。没有，这个最主要穿这个戏服嘛。那个好，再喝口茶吧。没有喝，唱一个呗。这个可甜了。韩老师，你唱一个呗。我记得你那时候唱一首那个韩磊老师那个《等待》嗯，你还记得吗？唱的特别好。放个，哎，我觉得可以放个那个咱们的主题曲。嗯，哎，主题曲挺好听的，就是那个片头曲啊。嗯。哎呀，我进来了，我刚才不小心退出去了，我没有进来。我这个在呢。你还在呢是吗？嗯，你没想啊，不好意思，踩你脚了，我踩你鞋了。没有鞋。这是直播吗？是的，这是直播啊！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和你一起在我们的关斗宇勋哥的直播间和你相遇，好吧？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宇勋哥，每天晚上8点钟，湖南 TV APP 同步更新。今天晚上会更新二，我们的剧情现在是越来越高能，越来越超甜、超虐、超爆、超燃。所以说，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每天晚上8点准时去守在我们的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APP 平台去追我们的宇勋哥，加油 ，fighting！ 超超超，嗯，超超超超超超超，哎，他不吃，你们就别逼他了啊，先别逼他了，嗯，哦。就是网友，其实大家现在公屏上还是想听你们俩对唱一个，什么都行。啊，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听过的这个？大家还是想看，就是说齐燕跟程若愚就是小营业一下，想互动一下。小营业，你的，你这哪首歌是什么？我哪首歌啊？不，你是上次我们去那个录那个快乐大本营，你最珍贵。哦，是的，是的，我刚想问你们会不会唱你珍贵。你最正，我俩有稍微有点争吵唱的，主要歌唱的挺好，就我对，但上次那个，要来个你最珍贵吗？嗯，你们俩看我那个音比较高，对，咱就唱一个。好吧，我要送你红色玫瑰，是那个吧？嗯。啊，那个啊，不能啊！你们真的，我跟你说，你们这对还没过，要求太高了。神话你会唱吗？解开我最深的你的等待，你会吧？神话应该会吧？我混行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叫啥名？神话，那行。好，星星。哎呦，太好了！这么快送来了？谢谢啊，你谢谢。这首什么歌？神话是吧？哦，真的是，还真的是。我也想要个歌词，行吗？我俩看一个吧。啊，我们俩看一个，我们俩看一个啊。你们俩看一个，我看一个，人家要看你们，谁看？少的。这个那韩老师起个调呗。好，男的就是，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这是梦中人吧？梦中人是男的唱。啊，那这女的是。梦中人，熟悉的脸孔。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到你了，哎，你还是每一刻孤独的承受，怎么全是我唱啊？你是许下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好，这里是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尘埃的相约。几番苦痛的这歌你是不会，完全不会。那你们俩想，那就很像上说，你上说雷唐也有讲那首歌的。我会有点甜，你会吗，哥？哦，对，好像是那个简单一点，对，那个也可以啊。那个好简单一点。我得带你带你们俩来一个，来个什么？有点甜，有点甜，我是真的不会了。为啥？我真的不会有点甜那个，但你们俩可以来一个，好不好？大家想不想看有点甜？想看有点甜的，来把啊这个齐燕程若愚有点甜扣在公屏上，好不好？好，哥，齐燕程若愚有点甜扣在公屏上，好吧？
这个我会一点啊。OK， 那太好了，我也会一点。这里有那个音乐吗？没有音乐是吗？我俩干嚎是吗？可得有一个，对，放点音乐吧。这个或许你会，我会很熟。哦，真的，我这你们俩先来吧。OK， 这个我会一点，好吧，来。这个就是我先唱对吧？啊，对，这个就是、你是骂，我是外。哦，对，好。对，我得跟着音乐一起唱，好了。这个吗？嗯。啊，对，是，嗯嗯嗯嗯。嗯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钻进我的心窝，让我看见丹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吻合，一起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蓝可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哇，法花，好，这个知道，这个这个来是吧？我应该我鸡皮疙瘩都给你们唱起来了。真的行，因为就是第一次的时间。哦，谢谢啊，谢谢观众朋友们的祝福，好吗？啊，有点甜，有点甜，不错不错啊！你这个手机小心不要掉到锅里啊！我们现在已经4100万的赞了，我们加油冲一下1500万，冲一下5000万，好不好？啊，今天其实真的是很少在平台上有就是这么多赞的，我是很少见到。挺带劲，而且现在才1个多小时，我们现在才开播不到2个小时，就干到5000万赞，挺猛的，真的挺猛的。辛苦辛苦辛苦，不辛苦啊，这有什么辛苦的？这个4个字环节的游戏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直接玩那个贴纸那个比较好玩。那个贴纸的好了没有啊？好了。对，好了，把那个贴纸。太好了。因为那个4个字游戏，我觉得不是很有意思啊。是吗？这个是你最近玩的最有意思的了。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思，我还想玩这个。不能看那个纸是吗？你们俩一会儿就是。转个头去，互相给你们贴上。哦，你给我贴。对，我给你贴，给他贴就可以了啊。我觉得贴头发上就好了，贴脸上会那个什么。啊，那贴头发上会摘不下来吗？侧面没事啊，顶多会拽掉。昨天我下来的时候拽掉了我的 Jessica、Lucy， 还有 Jack， 还有 Jennifer， 也掉了4根头发拽下来。贴肩膀吗？大家都看不到吗？贴肩膀。我给你们。都可以啊，都可以，只要看不到怎么着都行啊，只要看不到怎么着都 OK。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们已经自己写好了是吗？是的，这个他看。啊，你们在啊什么？诚意好帅啊！这个大家我们都有目共睹，地球人都知道。你这说话就客套啊，客套了。夸我，夸老师最帅，夸我，赶紧夸我，帅呀！对啊，我心里就不平衡了，赶紧夸我。每个什么都有名字的，每根头发都有名字，没事，真不好意思，没关系，不怕的，真的，我总在踩着脚，真的没事。我也吃一个车厘子吧，来，谢谢。这个还是在我们的片场呢，你们今天没拍这边是吧？对，就是在隔壁，就是后面，就在后面。这个干嘛用的？这个是站着用，这是天行台，受那个受刑罚。受劫的。来，你先给他贴，你转过去。哦，这样啊？怎么？贴后背是吧？我贴个东西是吧？哦，不能看。那我嘞？放过了，放过了。没有。放过了，没关系啊，相信我。你先不看。你看啊。夏夜海风唱的歌，青春像小说，你就是我。
像啥都能看呢。不行。现在这儿他是看不到的呀。现在这儿他是看不到的呀，对吧？往下看到。他往下看他也看不到。对，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OK， 西西那边呢？我来。是这样的，对。嗯，这是在哪儿啊？贴胳肢窝了。贴他右肩那边会高一点，看不到。对，再往上一点。OK。好，可以。这我看不到吗？我一低头，可能。可以的。OK， 好。这怎么还有我呢？大家一起的。还有我呀？我确实，那我是看不到的，我确实是看不到的。就是不能看是吧？嗯，好，再给他一个胶条，给他把他下面封一下，好吗 ？OK。你帮他封。对，我男孩子不方便。帮我也封一下这边，对，上下一封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看不到的。好的，来吧，这应该是 OK 了啊。不能看手机了啊。嗯，反正我也没看清，我刚才也看到两指，但我没看清。真的，我也没看。好的，我先看一下啊，这边，这个，我看懂了是吧？来吧。没有，这个就是随时，只要在结束之前让别人说出来都算错的，啊，随时的，这个是我们该聊什么聊什么。啊？引导对方说出来就好了，对啊，这只是一个那个什么，对啊，嗯。对，说出自己身上那个词就输了。对，说出自己身上那个词就输了。哦。对方，就你们要引导他说出他身上那个词。我们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可以玩那个下面那个谁在放水那个游戏了。可以。嗯，对不对？有没有那个环节？现在放水的那个有吗？哥，你平时最喜欢干嘛来着？稍等啊，你最喜欢干嘛来着？平时？我最喜欢干什么？嗯，最喜欢除了遛弯以外，小心啊，他是坑啊，小心啊，就是。啊，这已经开始了，对吧？那肯定啊，这一直到结束都是。啊，你说这除了拍戏之外干什么吗？那就啊，我其实不能说我要干什么，对吧？你能说？可以。哦，可以说了是吧？那就是喝个茶啊，就健健身啊。哎，还有嘞。你没人钓钓鱼。嗯。OK， 同意啊。嗯。游戏黑洞。什么意思？你也加下来，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前面是什么？就让我说，那不让我赢了吗？你输了，你不可以说这个。那我刚问了，我就说他问我，我刚问了，你说是可以的，你刚说是可以的呀？不可以，这游戏很好玩的。对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什么，他就引导你，你看他就问你，他坏不坏？啊，对，你在戏里，你这戏里智商都挪到戏外去了。来，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来说你啊。你说我能掉你的坑，真的是。那个，你喜欢那个？你平常喝什么？你现在喝的是什么？一种，就是中国人民喜欢种植的，就是茶。哎，茶好。那这，我一定是两个字儿。那对吧？那你刚已经说了茶了，一个字没事啊，你得让我两个字都说出来。你看你说的是钓，那我刚说钓鱼啊，我没有说，你说我刚才明明说的是钓，我没说钓鱼。说茶怎么了？茶怎么了？喝茶？对啊，你刚说个茶，你刚才说对，你是两个字。哇，你赢了，你还没怎么样呢，你就已经赢了。我们再来一轮，我现在就知道了，是吧？我知道了，这个。我认识。那我就你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说散步。你这个有点点的有点太难了，散步。他这边钓鱼，我这边喝茶，他这边散步。这个你吃完饭会干什么呀？散步。那不就是了吗？那人家这肯定会知道是坑，不会回答你这。那我就知道了。我一旦会玩了就不一样了。看自己的啊，不能看了。好 ，OK， 好。好。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玩？这个特别好玩。OK， 这个，你们这太相近了呀！先我来啊，来，水果来，我来，别撒了，这撒了。你吃点这个吧，这是什么呀？哎呀，我还不会说这个呢。感谢陈老师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铁锅炖啊！谢谢大家。这是什么颜色？啊？我有点色盲，还沙瓤呢，真的。
哎，雨欣，你可以尝一个沙瓤的，真的，你可以吃吗，女孩子？嗯。夏天可以吃吗？嗯。不能。嗯。你不。你喜欢吃，真喜欢吃。不是，我问你吃的是什么，你怎么不说呢？啊，就是沙瓤的吗？什么沙瓤？吃的那个冬瓜的亲戚。冬瓜的亲戚。那是什么呀？那我肯定。哎，那你说了一个瓜了。那不是，你让我两个字跟上说啊。好。你都夸到了，我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说，这把我肯定不会输了。哎，我们现在做的是哪边啊？哎，这也问，这太明显了。哎呀，这局你肯定赢了。我肯定赢了，我都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了。那咱我们俩 PK 吗？你们俩 PK 吧。嗯。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的，你们俩 PK 吧。哈？哎，这个是叫大丰收吗？这个我知道。这是叫大丰收吗？啊、大什么？大丰收吗？这个？这怎么叫大丰收？那是乱。你这个我也猜到是什么了。对啊，你就是真的是太，我觉得。我不说话就不会错呀，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就，我就永远不会说不知道。我也嗯。哎、这个好明显，这个。我可以看看网友让我怎么去。网友让你怎么去？那肯定不行，我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了。那个，你这两个字。嗯。你这是两个字啊？那个。三个字啊！你听他在忽悠你。你这上面是三个字，他忽悠你是两个字。就是吧？一到冬天会吃什么？大苞米。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在问。大苞米。引导他去找向他的答案。我冬天你会吃什么？你这跟吃的有关。是大苞米。大苞米是什么？你这跟这题目完全没有没有。哎，我觉得下一轮我们再来一轮，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生活中特别常见会用到的字，对吧？咋了？这一轮又那个了？我看一下我到底你我他？你怎么先看了呢？啊，不是还没那个呢？哦，我的是西瓜嘛？嗯，对吧？我肯定是西瓜。这是什么？这是啥呀？那你这是说铁锅炖没？很我这铁锅炖经常用到，比如说你我他，或者是什么？嗯。对，什么妹妹、妈妈这种的，要不然这个很那个的。其实这个呢，它是不难的，但是吧，这个一说了，你我可以永远不说不知道呀、啊。也是对、啊，所以你要引导嘛。比如说，这次给你是你，给他是我，我是他，就难了。我刚才引导的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冬天你会吃什么？你是不是已经猜到？没有啊，我真的以为吃苞米，因为这个里面看着有苞米。黑洞，成一小黑洞实锤。哎呦，看你玩个游戏就上来20000人，大家都喜欢看你玩游戏。他说把傅诗琪放出来，没事。没有这游戏，哎，我怕老是这样，人觉得我没长进过。三个笨蛋，谁说我们是三个笨蛋？哪有这么聪明？出去，说我们笨蛋的出去。对。会说我们看着我们有点紧张，要不看着我们可能会激发出来我们的潜能。哦，程毅今天这个妆真的好看。我要是个女孩，真的。他们那天跟我说了个什么，说，找老公就要找这个齐燕这样的，就什么也不动，每天就躺在床上，就让别人伺候着，喝茶、喝水、喝药。我说是，我说我要是个女孩，我找老公我也想找这样的。没有，身份不一样。哎，不对，职业不一样。反了，我要是个女孩，我才不找这样。就是呀。对，我天天要伺候的。昨天我看到那个什么，那场嘛，23集的，出来吧，鱼儿，你说什么？程若愚出来吧，结果陈怀志叭出来了，是吧？是那个吗？哦、对。哎，咱们还是稍微聊一聊戏呀、啊，你想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所以你若愚在戏中你是能打还是不能打？一会儿能，一会儿不能，这个取决于这个状态。取决状态，但是他那个特别自信的拿那个青光剑嘛，然后去了那个玉针坊，下马之前把那马，一会儿进去以后先判断他们的武功，如果打不过再拿那个青光剑出来，这家伙你这青光剑都使出来了，让人揍的哟，动一下就飞出来，然后满脸就鼻青脸肿又是血，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刚才放狠话地榜的时候，成长嘛，哎呀。对，反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那不后来到底打？然后，齐燕在剧中就是一个习武奇才，啊，丑子俩每次一聊起齐燕的时候，就啪一转头就开始眨眼了。你们看了吗？那个丑子俩，就我们前两天在那个直播间给他就是
说他设计这个人物性格嘛，就是老眨眼，一想事儿的时候就一定得先有个甩头，然后过来后就想眨那么快，其实还挺难的呢。就一个眨眼是吧？对那个，就是不，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同款眨眼？就那种，哎，我现在好像眨的比以前快了。他行，不是你一定得有一个那个低头，完了以后看那个老有一个扭头，哎。他这个像哎，他这个特别像。然后啊，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一定要让我给你带一句话，说诚毅哥哥360度无死角。行，得了，我给你们带到了，好吗？话给你们带到了，哎，各位小迷妹们啊，话给你们带到了，好吗？我完成任务了。你刚才想说啥？打断你们。没有，我说不是聊戏嘛，聊剧情嘛，你觉得？这个快进入到一半了嘛，进入到一半了，24集今天。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一直猜下去嘛。可能大家觉得到后面啊，上次我们不是那个直播说了嘛，大家都猜第三人了，就是大人说那个小月儿，可能到后面，说不定小月儿是最厉害的。剧透一下啊，就是真能打，那反转一下嘛，嗯。所以大家都猜第三人是谁嘛？说不定是光王，说不定是齐燕，说不定是邱子良，说不定是陈若仪。我跟你说，这一轮的这个题好啊。说不定是胭脂，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在猜，就看谁藏的最深。我感觉他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吗？嗯。我差一点，我感觉我差一点，我就要让他给我引进去了。哦，怎么了？现在已经开始游戏了是吗？嗯，对。拜拜。out，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啊，三二一，开始。嗯。对，再看一下啊，我再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聊一下。他们说剧中你是一个练武奇才。嗯。你是我记得他原话是什么？原话是三个月练成了别人三年的吗？嗯，对吧？一年以后，整个将旗营，你出局了，我 out 了。嗯啊，好吧，这是吗？就是他在那个，就是说你在，就，哎呀，我怎么就已经先出去？我是什么？对吧？这个就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啊，这个。而且我又作为一个主持在这儿，那我肯定会问什么对吗？啊，是吧？啊，是吧？就好。好的，我出局了。好的，好，齐燕和小月 PK 了 啊！你们俩出，你们俩继续。对，在里面其实你是特别能打的，对吧？这个是我们两人的问题了吧？你不是淘汰了吗？我淘汰了，但是我们继续该聊天聊天啊，不影响我们聊天啊。那怎么了？哎，就因为我淘汰了，兄弟都没得做是吗？不是，你现在就是说，你虽然你是我哥哥，你现在哥哥，你们俩一块来。跟我是吧？啊，兄弟都没得做了，啊，就为了，因为我淘汰了，兄弟都不做。继续。对，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你们聊聊戏嘛，在剧中，对吧？现在都不说话了。没事，对吧？是我的，没必要，对吧？是我的，随便说，对吧？对呀。对呀。对吧？是我的。嗯。然后，那你们可以给我们介绍，就是给我们少透一点嘛，因为今天我们也是一个。哎，你什么时候来横店的？什么时候来？今天啊。怎么都要带个啊呢？是谁知道的呀？不要这么拘谨，没必要。你平时说话不是这样的。你平时说话也不是这样的呀。今天啊，你给大家透一下吧，好不好？给大家稍微透一下，就是后期，你们俩现在因为到23集还没有挑明嘛，对吧？嗯。你看我能不说对吧？你说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嗯，因为你们现在关系还没有挑明，所以说后来你们两个是在剧中是在一起了吗？我这个不都说了吗？这样保密到死到最后都说出来，大家就不期待。但其实是相互喜欢的，对吧？嗯，那是肯定的，是吧？啊，嗯，就是还是相互喜欢的，就是有，是那叫什么？止于理，发乎情，止于理，对吧？发乎情，止于理嘛，对吧？精华，精华，嗯，这个精华是什么？精髓，洗发精华是吗？嗯，你们俩别这么拘谨，这个不是，我现在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我们要回答你。这个游戏你已经淘汰了，为什么？我淘汰了，但是我 out 了，你们俩还在继续啊？那我们俩淘汰了主持人，我走了。不是，
问题是我们两个再继续的问题就是，但是我就没有弄明白，我你是淘汰了，但是为什么你还一直在问我们俩的问题呢？应该是他问我的问题，我问他的问题吧。好的，你们俩来吧，是吧？对不对？我想给你们带带，是这么个意思吗？我有点晕了。我来点茶水吧。嗯，你们俩来吧，你们俩继续。好，是吧？嗯，是的，是的。哎呀，哎呀，这怎么我玩？嗯啊，一呀，是。来，给你们怼近一点啊！来，我现在主持人已经出镜了，现在是他们两个的 PK 啊！啊，现在是他俩的 PK 时间。来，哥。真好喝啊。哎你刚刚说什么？真好喝啊。你把第一个字去掉。好喝啊。你把第三个字去掉。 No No 你把第二个字也去掉啊。这游戏怎么？你要反向思维去引导他。我太难了，他我跟你说，他总愿意那个就是。哎呀，哥，昨天睡得好吗？啊？啊？这个模仿是会的，每天都睡得挺好的。你俩真的就是正常聊，正常聊，是的，你们得正常聊。你们这个游戏已经限制了我们聊天了。这个游戏不要限制，因为到结束这个游戏都在进行。对，这个游戏。那你回来吧，那要不然。不，就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在这个画面。哎呀，来把这个给我，我看看。啊。嗯。这个是看这个有什么作用？那这个是台本啊。但是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我也知道你的答案。你们俩聊聊剧吧，好不好？你们俩聊聊剧，真的聊聊剧。好的。随便聊，随便聊，真的。就这个游戏，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就是它随时在进行。好，你吃一下这个怎么样？行啊。好。晚上是一样，没事。你吃吗？我不吃了。我不吃了。来，那个我虽然你回来吧。啊，好，那我回来吧。那你回来吧，这估计挺难猜的。那我回来吧。你出去弄发型吗？没有呀。我又不重要，因为我只有半张脸呀。在这个镜头里只卡了半张脸呀。你可以往这边凑一点啊。没关系啊。只要你们开心，我怎么都可以啊，是不是啊？嗯呢？嗯呢？嗯呢？赫儿，谢谢，谢谢他们的赫儿啊！这台本跟不台本的也没关系了。嗯。哎呀，好的，那我们下面让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下一趴环节，好不好？好。我们其实也没有环节。好。我知道，就随时进行啊，这个又一直往前滚着嘛，要不然结束不了了。对啊，一直往前滚着嘛。嗯，哎，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小易和，哎，这个后面这几个环节你们有那个吗？抽签的那个箱子那个有吗？箱子有。箱子有啊？啊，在弄是吧？啊，现在在弄啊，那就不着急了。先有几个问题啊，那我们就聊剧吧。我觉得今天这么多人啊，也是因为这个剧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对吧？他们其实也想多听一下，嗯，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后续的剧情啊，就是觉得稍微给大家透一点是可以的，嗯，你这样你就跟我说，问一下诚毅吧，问一下齐燕好不好？嗯，问一下齐燕，你最后有没有媳妇儿？这可以说吗？对吧？有还是没有？也不问你是谁。这个是最重要的问出来了。这有还是没有？这个还是能说。有没有媳妇儿？你让大家去猜嘛，对吧？但我可以跟大家，我今天看了弹幕，大家觉得有没有来？啊，大家有没有？嗯。啊，聊剧嘛，大家都想看看那个什么啊。啊，他们说我说了。你先看看弹幕，你不就看到了那个什么？我说了，我说啥了？谁知道？我说了已经。小小的说了一声好的。嗯。哦。哦，易哥赢了最后。哦、欢迎，恭喜、哎、不容易。恭喜恭喜恭喜！掌声鼓励！真的吗？哦，这游戏黑豆终于赢了一次。
太不容易了、好的，这个我们都没有在玩游戏当中、你可太厉害了，我这应该说嗯呢，哎呀、是吗，好的，太不容易了，游戏黑洞，这叫什么，枯树逢春，铁树开花，什么什么也有春天，运气好，有没有媳妇儿嘛，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有还是有是吧，有还是没有啊，请大家继续锁定与军哥，他真的是不说啊，真的是不说，就提前都跟我说了，说真的不让我说的啊、说过了是吧，啊、那我就换一个问题，那个问一下陈若愚吧，那你最后在戏中有没有老公啊，唉，这你说说，算了，请大家锁定宇军哥，换一个问题，就是请大家锁定宇军哥了，锁定宇军哥了啊！今天是小易，因为前几天就知道了要跟大家见面，所以说他每天等，都等的头发都熬白了，就是着急急的，就是想跟大家见面，就头发都急白了，头发都急白了，还有点黑头发，一点黑一点白，多少有一点，有一点。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这个每个戏的古装戏的造型，我们这个头发都是真头发哟。知道吧，知道，真发，这不是那种，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头发是假的啊，这多年前，后来就是这个头发，你想要留到这么长头发其实挺难的，对，而且现在那天我听那个辉哥说嘛，他说现在像这样的真头发，因为现在人对就是很难收得到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说留这个长头发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真头发特别难收得到，而且收到了之后比如说十斤啊，它其实能做出来就没有多长，对，就这么长，它确实是不太好弄，对，真不错，这个，其实今天本来还有一个海盗桶，但是没有到，它其实刚刚到，没来啊，对，海盗桶，要不然其实那个海盗桶也挺有意思，就叉叉叉，就是一个人往里面插一个，其实在我们家楼下那快递箱里，我没有来得及去拿了啊，什么？给我看一眼，太远了，看到。你在说什么，是吧？来这个环节是吧？好，是来这个环节吗？好，来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环节啊，大家请认真听题啊。来，小易和雨熙面对面坐着，两个人各拿一张白纸，上面写一个字，然后扣着交给对方，然后自己拿着对方的白板面对彼此。两个人通过交谈猜出自己拿着板子上的纸写的是什么，先猜到的一个字还是一个词都可以，都可以一个词吧，好不好，输的人很弹的那种，很弹，就特别狠的那种，你们俩写不要让对方看见，写什么词随便都可以，想写什么写什么，什么都能写，什么都可以写，没有你写你的，我不看你的，来，那就一根笔，没事，你先写。写什么呢？我没看。哎，你们觉得我写什么呀？我看一眼。啊，好啊，那弹幕上来，给他看一下，让小易写什么，给他看一下弹幕，给他出个主意。有没有给他出主意的？好，好，我知道了。OK， 是引导对方先戳出来的算赢吗？对，就跟刚才是一样的嘛。其实跟刚才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这个是你们互相写完了以后互换一下。哦，要换 ？OK， 对啊，好，好，你写。这个在剧组平常也没人叫我玩游戏，对吧，你不能看，好 OK， 好的，OK， 好了，你们俩可以，你是我不能看，你不能看，你得重新写一个啊，谁重新写呀、啊、他得重新写一个，哎呀哥，对不起，我没整明白，这个你估计也看不明白吗、不是，他要说出来的呀，我还是没太明白，是吗，你没有看明白我写的什么吗？我看明白了，我看清楚，我是没整明白这游戏咋玩啊，这咋整，好，我让他说这个可以吧，可
可以啊，可以吧？好吧，啊 ，OK， 我不能看，你不能看，对，好了，你也可以立起来了，啊，对，你们俩就聊吧，就聊吧，啊，嗯，就正常聊嘛。哥，你在那个就咱俩拍戏的时候，你天天吃啥来着？绿色的那个。那我必须得回答是吧？是先引导对方说出来，先猜出来的赢，对吧？先猜出来的赢还是先猜出来的输啊？真是太难了这个游戏。我吃啊。啊。我不告诉你。那不告诉我。先猜到的人算赢，先猜到的是赢啊。啊，你先猜到你就赢了。先猜到的赢啊。你先猜到你就赢了，哥。哦，那个吃什么？先猜到的赢。好，那好，吃什么？吃。吃饭。好了，你引导他了，一人引导一次啊。你喜欢吃什么水果？草莓。除了草莓呢？桃子。到你了。嗯。你那会儿在剧组吃的绿色的那个东西，每天一个。奇异果。每天一个绿色的，硬的，嘎嘣脆。硬的，嘎嘣脆，绿色的，硬的，嘎嘣脆。你那会儿就吃绿的，这东西也有红的。火龙果啊。你懂火龙果吗？宇军哥的时候你天天吃，每天一个。每天一个绿的。你这个有点。这么大绿色的。这么大。嘎嘣脆。绿色。它真。每天还一个。你每天绿鸡蛋。绿鸡蛋。好样的，行，到你了。那个，你得继续，就是你除了那个水果之外，还有什么？鸭梨。鸭梨，不是。苹果梨。不是，三个字水果。奇异果。是有人给了场外那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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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你那会儿吃的水果绿色的，天天咬，嘎嘣脆。绿色的鸡蛋啊，苹果，哎呦，绿色的鸡蛋，鸭蛋。你可真是你棒棒，我跟你说，真的棒棒。你这，哎，绿色的火龙果，他们都想问你绿色的火龙果哪里有卖的，他们好想好。我就一直是在注意到这是你的问题了，就没有到我的问题了。谈到八分，好来了。谁谈谁？你谈他呀，不要。没事，你就正常谈吧。哎呀，不温柔，心疼你还是，就是，成还有啊，还是心疼你。还有吗？没了吧？还有一局，哎呦，你们还想看吗？你们还想看吗？估计他们都不想看了。不想看，聊会儿天得了，差点全聊会儿天得了。他是真没想起来吗？没有，我刚一下在专注那个奇异果上。对，我一直在引导你的问题，我说什么水果？绿鸡蛋啊，把绿鸡蛋靠在公屏上啊，把绿鸡蛋靠在公屏上。来，我们走一波，还有我们差190万赞就到5000万了啊！来，我们疯狂的来点一波赞，来直播间的8.7万人，来，游戏真的是我跟你们一起点好不好？雨熙还有我跟你们一起点啊，小易。没有，他这个我替小易解释一下，啊，都在靠绿鸡蛋啊。这个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小易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他真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大家理解一下。就你们也知道我在骗人。对，他是有点小呆萌啊。这我还真的从来都没玩过，真没玩过。那还想再来一轮吗？别了，有意思吗？我汗都出来，汗都出来。绿鸡蛋什么鬼？绿鸡蛋是。小易刚刚新产的一个，这什么来了个什么东西？这是啥？怎么拿了个火锅的一个袋子是干嘛？这什么意思？里面装的就是要用到的道具。哦，那拿出来吧，来上道具，来上才艺吧。好，谢谢。这是给雨熙抽。哦。小易的啊，抽，在哪里抽啊？不是在哪抽？在我手里抽啊。对。好样的，本来是有那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其实本来是有一个道具桶的，啊，本来是有一个道具桶的，然后但是呢，因为太啊，好了，
太大了，所以就在我手里抽了啊，所以就在我手里抽了。哎，这是什么呀？抽什么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哎，刚那个纸呢？嗯，你有这个吗？这个纸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你在我们手里抽完了以后，嗯，上面会有每个人物名字的，里面写着每个人物的名字，然后你们抽到了以后，说一句对镜头。说一句想对这个人说的话。嗯，好，对，很简单的，好不好？好的嘞。这是雨熙的吗？对，这是我的道具人。嗯，好，道具人，谢谢啊。来，那雨熙也来吧。这抽抽一张，抽一张，抽一张，抽一张全拿走了。你现在轮番感谢是吗？不是，粘住了。哎，好。哎呦，这个吧，这个吧，好，来这个吧，好，来。我可以打开了吗？可以了，我看你的是谁。哎呦，胭脂。能看，嗯。请开始你的祝福。胭脂，现在是你最爱的鱼儿在跟你讲话。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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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来。你来，我又没有这个环节，没有我。嗯，好。韩定，韩定，定定，韩定定，定定，取这个名字和他的那个，我觉得和韩定在那个他的那个性格特别像，嗯，因为他对齐燕是特别的忠诚，那么就祝韩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找到自己的。这个祝福真的不错，真的 不错。韩定嘛，因为经常我们拍戏的时候，他还跟我控诉那个倾诉。嗯，我希望你找到你的下一个，好的另一半。嗯，戏中是吗？哎，对，戏中。嗯，好吧，来放一个了，来。好，韩定也给我吧。那你这不是抽着抽着都抽完了吗？那不会，一个人抽仨呀、啊。啊，抽三个哈。阿五，我的是。阿五哦。嗯，要不要把镜头怼近一点？阿五已经离开了，主要是。你应该想让他回来吗？阿五，嗯，希望你能够，如果有来世的话，希望你不要过得那么苦。嗯。OK，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嗯。找一个爱他的老公，然后生一个健康的。找一个知心爱人。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生明哥，刘子良。嗯，我说对，我应该怎么称呢？义父，还是你每天折磨我，每天让我喝丹药？好吧，就是希望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他的好的一面。嗯，我觉得义父有他自己的苦衷，他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他能早日明白，能。走上正道，嗯，走上正道，嗯，正道的光，义父，义父杀了很多人嘛，嗯，杀了很多人，嗯。哦，我的伯伯，嗯，嗯，伯伯，祝福我的伯伯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呢，希望他的工资再高一点儿，然后可以吃到更多好吃的。嗯，早日成为黄金国器。嗯，这个就得靠我努力了。早不能让他吃了，他该减肥了。嗯，要不然容易三高。嗯。你不来两，你也来一个吧。我也来一个。嗯，好。好。哥哥，哎呦，哟，其实谁跟我说的好话、哎？就哥哥这个角色本身也出现的不多，说实在话，但是哥哥就一个字，惨，两个字，苦命。我希望我的哥哥过得更好，不要那么苦了，因为他背负的太多太多了。嗯，哎，你就说到这儿，其实我昨天，因为我昨天这是挺苦的，23集还是22集，我忘了啊。嗯。就是啊，应该是23集，因为是安王上殿、让你封他为皇太帝吧。嗯，
回来以后鱼儿就跟你说嘛，然后你就说从前我的皇兄告诉我要让我照顾好我的弟弟妹妹，哎呦，其实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就是虽然是自己演的啊，心突然就真的酸了一下啊，这真的是会带进去的，就是认真的看一个戏的时候真的是整个人是会被这个戏给带进去的。因为哥哥和老师嘛托付给我的遗愿嘛一直也要完成，而且其实哥哥其实我是后者你是先者，是因为你牺牲太多了最后你没有完成所以才把这个使命交给我，所以就是其实咱俩都活得不长。好，希望我们俩活得更长一点。哎，好，敬大兴。行了我就不说了好吧，好，因为我们也7:28了啊，七点二十八分，因为今天是周六，好吧，今天周六大家要提醒大家每周五周六呢都是7:30更新一集，所以说7:30马上我们的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APP 就要同步更新今天我们宇军哥的第24集了。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在这里度过了，因为你们6点多来的嘛啊，马上7:30了，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宇军哥，我真的是强推大家一定要去追，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啊，一起来追我们的宇军哥。为什么？因为从这个周开始，我们的剧情真正开始进入了高潮的部分啊，跌宕起伏。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戏从这周开始是越来越好看啊，大家一定要去追，好吧？然后给我们剧打入call吧啊，小易开始好不好？怎么样？好，就拉让大家支持一下我们。这个韩老师刚刚都已经说了，就是剧情进入到非常紧张的阶段了，就是大家如果看进去的喜欢看的可以一直往下看，很多的精彩内容就在后面，请大家锁定宇军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宇军哥，剧情越来越精彩。打开电视看剧吧。好的啊，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每晚8点啊，周五周六是更新一集，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是每晚8点，我们芒果TV 还有湖南卫视同步8点更新我们的宇军哥，希望大家都能去给我们的宇军哥打 call， 然后每天晚上呢8点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电视机旁，如果身边没有电视机的也没有关系吧，因为你可以打开芒果 TV 的 APP 啊，我们 APP 客户端一样可以追剧，每晚8点都是更新2集。好的，7:30了，赶紧去追剧吧，好吧。非常感谢今天大家陪伴，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拜拜。没事，对，我跟大家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啊。你还好的，来吧。OK。要借过来吗？对，把手机给我吧啊。好的，也非常。哦，没有电了是吗？对。